这皮肤模型是最大的。哦，改过，我不带敌人打他。OK，这把先不互动了，这把先是对线吧，打输又再互动。我正要享受战斗的乐趣。我应该学 W 干他。他炸了，给他砸上瘾了，我去，他没闪呢。他没踢的，我是不信，他肯定玩不了。他没闪不该这么装的，有闪的话他这么玩还可以。我反正我不出魔切的。拿下 W，打卡。他头铁的话，他这不就上来 W 吗？直接秒。这不没办法，这不线我要推了。正在充电。推快一点，这不行，他要出来。哇去！我的伤害这么低吗？EA 都敲不死这个兵。他不是很聪明啊，这波线他不卡我吗？我推慢了，他这波线他该卡我的，他卡我这波线我很难受的。他这波不卡我的线，我看不懂。这波我推太慢了，其实这波线应该直接回家的，因为这种线推不进去，然后被他卡的话，我会掉兵。他这不卡我线，我身上。不是很聪明啊，兄弟！打副手的话，带个点燃就行，一定要打，一定要带个点燃打。好蛇路。还是我。我去！我一个炮把这个兵给干没了。其实我这波找你一闪，我也能杀他。这皮肤走位感觉好难，好乏力。这皮肤走位，玩这皮肤就是感觉打击感高，打得我一点都不习惯，有点。还是不适合玩蔷薇吗？这模型太大了，玩的好笨呐。时刻准备着，战锤时间。女神内我不出了，这版本我都不出女神内。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要省钱，省钱买那个800多那个装备，把他一骗出来，他用一，把他一骗出来，这波就直接杀了。
把眼放了吧，给他打一个双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这个锤子留下，最后一个是锤留下。 其实这波小月不拿，我全杀了。小月不来的话，我还死不了。直接杀打野，肯定可以。但是我一想到是俄罗斯有闪，我忘记俄罗斯有闪了。我知道他要闪的话，肯定就杀打野。这个铲锤，到时候会砍我这个血，我怕。 怎么亏了？不过这波真的，他们中单不来的话，我真全杀了。没躲掉他的意思。 发型吗？还行吧，我感觉头发太热了，想把头发搞起来。我去，有点恶心啊！被他拉到一下是真恶心，打这英雄真的是一次一都不能吃，吃一次就巨难受。这暴雨，我觉得还是算了吧，要不去玩。走吧，走吧，我回家打个心思。 哇，额诺伊六级之后是真的打了一点都不舒服，打这英雄。这是进步的力量。六级之后整了个护甲鞋。 他还整了个护甲鞋，是真难受。你给他干爽了，这不。 我去，好飘啊，兄弟！我走了吧，那小月好像要来，不敢吃这个猪肠。对呀，就像打铁男打那个绝木一样，不能吃他那个关键的那个 E。 飙他！OK， 什么往那飙啊，兄弟！不过这波标准也不能杀，也杀不了。我不喝酒了，现在。 克烈的 Q 有香味，其实还可以。他这波一中的话，我就打；不过他没一中的话，那我肯定不怕。像破坏完了来找我，这哥们一的挺随意的，其实。 我这把就没怎么中他的意思。
算了，不拆了，不拆了，回家吧。打诺手，我是带相位加点燃，当然带中路走加点燃也可以。好像该吃的，掉了一个助手，没掉。没掉的话呢，这版本我不出眼泪了，不出。放眼未来，打奶妈带什么？打奶妈给带什么天赋都可以啊。是我的话，我带相位。被他拉到魂打我还是痛的。干我这么多人，干我一半去。他闪现没好，我一套给他秒。好像来人了，他闪现好了，我没算好他的闪现是不？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问冷吗？在中路走吧。相位，我自带相位。好走位啊，他这波。交个闪吧，交个闪拆一塔了，不能再拖了感觉。早点拆完去下路，这波方案不像了还。我去，他没看到我吧？我不来是怕你死了，走狗屎运了这波。随便定一个，随便定一个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都随便杀完了。他怂了，第一下。这哲理玩的挺帅的。我想把头发弄上去，太热了。我头发太长。这波辅助有点怂，别别别，我真不行，冰城武都来了。硬吃他个一吧，不然追不上。无可躲藏，逃不过注定的考验。这种时候你要追的话，你就得吃他技能，没办法了。你要扭他技能，你这波就追不上。白天在睡觉，下午在打号。小月，我应该打不过他，他这个装备，我去。感觉我看一眼我就会爆炸，真的看一眼就会爆炸，忍不了，忍不了。是吧？影魔刀加破盾吧，破盾做一个，第三件、第四件做不。我装备压他了，被一送雷打得过。随便开，随便开，真的随便开。好像要炸，但我感觉还是可以打，就先秒一个嘛。
我不要炸！我去，这波谁打的伤害啊？别抢了，别抢了！我是没干什么事情，这波。这波我是真没干什么事情，这波有点划水。 青石小缺吧，还可以接受。铺平道路，是个红种，这个只能说还行。 哎，其实可以抓他，他没闪，反正，来来抓他，这白来的头很难不去捡。德罗要继续带的，我们来杀九月是吗？这哥们被扭麻。 百真也是刚才，哎，我吸，哦，捡了个头，哥们，他1000块，别死。 哇，血这星石的盾，只能说星石真是主播的命根子啊！这星石，就感觉要是没有星石这玩意儿，我直接进场直接就退役，装备太牛了，只能说是真的是主播的命根啊！这星石这装备，真的是我的命根。 小范神一波，我觉得 T1 他们不会打峡谷的呀，峡谷都排不到人，他们打峡谷又不卡，在谷，打的是祖安的，他们还真会打峡谷吗？我不信，都排不到人了，怎么打峡谷？ 啊，这波是真的难扭，牛不了！妈了！我去，他们还真打峡谷了吗？这波装大了，送了1000块钱给小月，不会成为伏笔吧？早知道我直接杀了他就好。 如果你一只英雄比斯塔的一就打不了，没办法，直接打应该能打死，直接打能打死的，他就一个横贴，我都10级了，我就不信干不死他是吗？不应该强躲避。 不过还行吧，大龙拿了，这边应该也不强了。 这小月要来打这个石头人了，对，他走了，真是一点都不堪。拆下吧，下路塔拆一波。
无比了，他小月四单，我那个头开始在杀了。 随便杀，随便杀，这个。开一下，完了，好香哦，这波有点伤，走位兄弟。 上输肯定不至于，对面那个阵容打不了我们这边，只能说拖，这把游戏拖长了一点，独护甲鞋吧，推一波中塔，直接5v5抱团，看死的小月就 OK 了。 好像应该输水银鞋。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他们已成历史，绝对不要回头。 开上吧，开上路。哎，那龙给他了，给他们也无所谓，他们要的话我们一条路，可以出，可以不出。 这我一次都拉不中呀，真的夸张！艾克怎么一直在跑？但是他好像没后续技能。完了，我装了一波，他没蓝了，我没注意。 我去，我没有，有点好像打不动对面的感觉，有点打不动人了。这龙应该要没，我没看到这艾克没蓝。 我不应该出这影魔刀的，应该早点出这大星雨，要么就不要出这破盾。德洛伊没死，艾克去上路带，艾克，我要带下路，他没 TP。给艾斯克斯送个毒卡，谢谢。 那好，让我先带过去吧，不要去。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
来刷他，来刷他！刷他开龙，可以吗？我这装备出来，伤害就炸了。 那行，简简单单拿下一把。前面没伤害，感觉是因为我没有出这暴击大星雨的原因吧。出完这装备。